先发投手林振伟在前面的初赛一场了，四又三分之二局被打了四支安打，又投出多达十次的三振，因为对他来说投起来会比较轻松一点。再来一个变化，目前也是三战还全胜，哦吼，155公里。哦，又来了，这时候来一个慢的，捕手帮了一个大忙，而且投手这个时候啊，林振伟再来一个变化球，我觉得电光火石啊。哦呦，现场测到160，队友都在呐喊。哇，又来了，搭配比较不好，都让打者有可以办法形成界外球。哦，越来越快，157，这个三个球就把这个代打王兴文给解决掉了。哇，那现在林振伟已经投出了多达11次的三振了，应该是会这样想啊。突然之间找不到控球的准心啊，所以连投了4颗坏球，保送代打的姚冠伟，直棒还有加速，对，最快曾经投到150公里过。打在了右半边，林祖杰没办法拦下来，球穿越形成了安打，姚冠伟这时候通过二垒继续往三垒推进。没错，所以今天其实狮队换上来的牛棚投手投的都不轻松哦，就可以飞过去，反正飞不过去啊。今年上一军的时间点比较晚一些哦，但这个变化球执行的相当到位，掉到了打者李宗贤，挥棒落空，遭到三振，往外侧蹲。这球打进场内，林子豪收起来，选择距离短的二垒，结果二垒手说有抓到，最后一个出局数发生在二垒的封杀，应该是要挑战了，看起来是会挑战，挖得蛮快的哦，一垒手一垒跑垒员是林哲彬吧？林子豪传的有一点歪掉了。哦，这个球有可能没有确实的接好哦。对，这好像没有接好呢，有弹到地上了。是，因为这个球进到他的手套是蛮快的，所以应该往一垒传，可能会比较不会那么匆忙。哇，所以这个时候主审也宣告富邦挑战成功，把这个第三出局数给救了回来。这个球出手，王振堂这一棒扫到了右半边，最后追了过去，球打在全打墙上形成了安打。这时候二垒上的林德斌要准备回来得分，原本在一垒上的高国林这时候也要继续的往前推进，来到三垒啊。或者是让比较状况比较好的投手有休息的时间哦。范国成打第一个球，中间方向穿越，三垒上的高国林要回来，二垒上的王振堂也有机会回来得分。这一支安打带有2分打点。现在邱军球数是落给叶子廷哦，对，再怎么样想都一定要来啊！哇，结果147公里没有进好球带，四坏球保送。一好两坏的球数，两好两坏，两出局满垒。9局上半，富邦的最后攻击机会，结果是再见三振。邱军外角速球，主审阿公，比赛结束。